29.9这么多东西优惠不？中央大街侯谷功夫家的，我对这个巧克力派特别感兴趣。我们先尝尝这个，哇，像个汉堡包一样。嗯，外边一层脆脆的巧克力，内馅还是巧克力大馅。嗯，这个面包皮还特别特别松软。这里边有网红泡芙五个，然后轻乳酪蛋糕，今天没货，他给我换了芝士，这个叫芝士半熟芝士啊，然后被我吃了。然后还有两个马芬蛋糕，三块司康，还有一个巧克力派和这个卡拉棒。这卡拉棒是咸口的，嗯，干香干香的，嗯，真不错。来，我们尝尝这个半熟芝士，哇，嗯，这个芝士堪比好什么来着？太好吃了，嗯，是我好朋友强烈建议我给我，不是强烈给我留下的，他特意给我传的这大泡芙。哎呦，这奶油也太足了。嗯，喜欢赶紧冲。我们再尝尝这个马芬蛋糕，一个巧克力的，哎，你看还有巧克力豆呢。嗯，这一块都好大。这一个套餐能吃好久，这是红丝绒的，巧克力这个挺苦啊。这个好甜的，其实相对来说我还是喜欢不那么甜的。还是三块司康，好大好大一块啊。我朋友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特意给我团的，强烈给我要求给我留下。嗯，太满足了，29.9，快冲吧！